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怡，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总统蔡英文出访的行程，行到邦交国贝里斯，明仔会伫咧贝里斯国会发表演说。蔡总统伫咧瓜地马拉上尾一个行程，是去见证咱两国合作做伙去的病院。瓜地马拉的总统贾迈代佫讲，蔡总统真得因的民心，佫呼吁中国赶紧甲台海紧张的局势收煞。总统蔡英文出访民主共赢之路，结束瓜地马拉行程，台湾时间初三早起到贝里斯，贝里斯用高规格军礼接待，总统查拉夫亲自迎接。我要跟大家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民主自由就是我们跟国际的共通的语言，也是我们通往世界的关键道路。蔡总统伫贝里斯三天行程拢摆满，会伫国会发表演讲，接受参众两议庭的优待动机，签双方技术合作协定，稳固双方的友谊。早起，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伫蔡总统离开之前，在一边发言听台，重申瓜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就是支持而且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也向中国捍卫。Abogo por la pronta finalización de las tensiones generadas por China continental en el estrecho de Taiwán, que siembran zozobra y arrebatan la felicidad y la paz a los ciudadano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Tai Guan Ho Hui Ho Zoe de Yoshi Chikin, Chima Nanko Pinhi, Yulan Hong Tsuji Hiazo Ki Pinhi Zute Gatin Chatin, De Liam Dile Guatemala Dionbo Genu Yao De, Siki An Yu Xiang Hong Hazo, Dodi Taiwan Koki Quan Boy Liam, Elang Yong Lab Saba Sita Baby Tsung, Tasing Yi Liao Liang Ling, Hoyashi Yi Xing Jia Mai Dai Jia Gam Xia.Se lleva un pedazo de nuestro corazón, guárdelo, cuídelo, porque de igual manera Guatemala se queda con un pedazo de su corazón. Oh, sí, tres. ¡Gracias, Taiwán! ¡Oh, no! ¡Ni para que mi corazón se lleve! ¿No mi corazón se lleva? ¡Oh, yo también se lleva! Vamos a ir a Taiwán. Vamos a ir a Taiwán.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音乐大师坂本龙一的经纪公司证实，伊伫咧三月二八因为癌症已经过身，直到71岁。坂本龙一捌以电影《八代皇帝》摕到奥斯卡最佳配角，是头一个摕到这个奖的日本音乐家。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和中国外交部牛振公将伫咧北京会谈。振公批评日本对美国限制半导体出口去中国。林芳正点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双方对峙，气氛紧张。英国《Times》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调查儿童性剥削和诱拐囡仔的性犯罪案件。若是黑道牵涉这款案件，就会判入重。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OPEC Plus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甲革命的产油国家，正是雄雄宣布对五月开始到年底，逐天要减产900万桶的原油，全球的通货膨胀恐惊会阁加悬。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亲身打电话甲罗西亚的外交部长施压，呼吁罗西亚施加防止控间谍罪靠岸。《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阁一个将美国绿制对外解放出来。美国前总统 Trump 因为提前封人嘴去曝光消息被起诉，不过根据美国一项上新的民调显示 ，Trump 的声势唔那无受到影响，反倒阁加悬。Trump 伫咧共和党内支持度已经超过50%，是比上届悬的对手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悬26%。而且 Trump 阁利用政治迫害做理由来募款，一天都无超过新台票1亿2000万。Trump 暗算明仔去纽约的法院说明，当地警方即阵是当紧张的改变，惊讲会起冲突。特普顶个月30号和纽约检方起诉了后，即几工伫个佛州的海河庄园外口，继续始终的支持者伫遮，这支持者特别为谈判开车3点钟过来坐镇。Yeah, I'll travel around anywhere on the East Coast to see him, but he does his all for us. I'm gonna get my all for him.出
川普在2016年大选进程，付习近平如车13万美金，合成台币400万的红翠钱，避免两人婚外情曝光，暗个事后使用法律顾问费的名义做介绍，接受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到刑事起诉的前总统。伊马上谴责这代志是政治迫害，各呼吁支持者出面收听，搁趁机会为选举募款。Instead, our presidential campaign has always been funded by grassroots patriots like you. Your contribution today will show the left that nothing can destroy the greatest political movement in history. Trump 团队利用部落过进行加开合所用名词大拍募款广告，结果在起诉了后短短24点钟之内，突破超过400万美金，核心代表1.2亿。伊按算找时去纽约曼哈顿法院说明，暗时高通去福州大所在发表演讲。There will be some fingerprinting, filling out some forms. Whether or not it will be put in handcuffs, I don't know. I expect they will avoid that.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川普被起诉并未影响伊参选总统。目前看起来，这代志反正在做中，伊在党内争取。根据这上新的民调，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度目前到57%，比上强的对手德桑提斯关注16%。专家评估，川普为赢得党内提名，可能要求将这案件审理延到初选了后。不过，检方向来无法度同意。恭喜新闻站回避变革。芬兰国会大选，在野党国家联合党是以0.9%差距胜利，现任的总理马林宣布败选。另外一个欧洲国家蒙特内哥罗新的总统也选出来呀，36岁新人米拉托维奇，大赢已经执政30年的现任领导人20%。伊胜选的演讲阁提出5年来加入欧盟的目标。欢喜甲咱做会庆祝芬兰在野党国家联合党以20.8%得票率，小看胜过得票第二的芬兰前党20.1%，甲现任总统马林的社会民主党19.9%得票率。即摆大选三大政党票数是真接近。国家联合党领导人欧尔坡在宣布胜选的时阵，就算要修复国家甲经济。I think that we are clear alternatives to the left wing government.And peopl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our economy. And we have good program. How to boost our economy? What kind of reforms we are going to do? And this was our message. We will fix our country.马林了后也承认败选，伊对支持者表示，就算最后得票率毋是第一，不过这一摆大选得到更加侪支持，也摕到更加侪好处。虽然马林伫对抗新冠疫情甲推动加入北约，受到真侪恶劣，不过也遭到反对者批评，浪费国家钱，遭拍戏的影片外流，互伊形象是有真大争议。开香槟庆祝胜选，同款诞生新领导人，也个蒙特内哥罗初次进行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根据民调公司的统计，欧洲现在运动党的36岁政团新人米拉托维奇得到差不多60.1%的选票，比第一摆19%成长真多，遥遥领先现任总统朱卡诺维奇的39.9%。ka jednakosti, ka zemlji pravde, povjerenja i zajedništva, ka evropskoj Crnoj Gori. I zato ja želim ovdje da kažem, ja kao predsjednik Crne Gore, zajedno sa svima nama koji ovdje večeras stojimo, ćemo u narednih 5 godina uvesti Crnu Goru u Evropsku uniju. 蒙特内哥罗总统任期5年，不过主要是伊实行职务，大部分政治权力掌握在总理手内。这摆总统大选投票率是差不多70%，选会按算在未来几天完成算票作业了后正式公布结果。公司新闻，邓慧琴编译。法国的年金改革的抗议也在燃烧，但是佫传出讲有内阁成员就升进杂志方面引起争议。美国新闻杂志《Playboy》四月封面是法国社会经济甲法国协会部长西亚帕，伊伫个访谈是分享家己对性别平等甲女性权利看法。伊自2017年入内阁了后，就一直咧替女性发声，除了捌做过性别部长，佮伫个任内推动性骚扰法案。时阵西亚帕就新闻杂志封面，法国的总理博纳是认为讲这时机无妥当。不过，内政部长达马南是表示支持和尊重，因为讲这西亚帕是一个有信念和勇敢的女性政治家。
请归属白色洋葱跨向远的所在。法国社会经济甲法国协会部长西亚帕最近经常升进杂志《花花公主》法国版四月号封面，唔来引起反对派破片声音。连港东总理博纳拢表示，安尼做无适当。尤其法国社会无将当初的年纪改革危机，安尼行为，和平将更加受气。四十岁时也拍立刻2017年入股，也是女权作家郭丹廷贵性平部长，另外推动性骚扰法案。男性若对女性酷诉了，也是轻松会放当庭开发。即摆伊在里下专访谈论女权甲多元性别议题，表出争议了后，也亲自伫推特捍卫女性身体自主权。因为之前总统马克宏传出要接受《移动杂志》的采访邀请，现在还有部长丁雄申请杂志宣传理念，让反对派批评执政党的沟通策略处于失控的状态。也不过内政部长马兰刷为西亚帕讲话，俄罗伊有真性情，也尊重伊的决定。外面来到荷兰首都，真侪性工作者挂面具上街示威，抗议政府将红灯区营业时间由原本透早6点关门，提早到透早3点，而且透早1点了后就袂当接新的人客，影响性工作者的生存。We are witnessing another attempt to close the red light district. There's not even negotiating with the sex workers' organization.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a conversation that we have to, we must have. The city center is becoming very problematic and we have to find a solution. Let me say for now,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without cameras, without a lot of noise.着急安打抗议的民众，阿姆斯特丹市以治安为由加强管制红灯区，也毋过像工作者刷环路新规定会引起歧视行为。那一旦合法接客时间大大缩减，恐惊会有真侪人转为地合接客，人身安全会更加无保障。公司新闻牛眼编译。2012年伦敦奥运，有一个倒计计招票选手皮斯托瑞斯，互人合作得红证书。伊后来说，因为台西女朋友去红关13年，顶礼拜五伊申请假释去红拒绝。两位知名的新疆跑者有得红证书称号的皮斯托雷斯，前日前因为杀害女朋友入狱服刑，顶日申请提前假释，那么国家消委会顶礼拜五拒绝予伊出狱，明年8月才做决定。It was a matter of saying he has not served the minimum detention period. In simple English.Half of the sentence is yet to be served. 36岁皮斯托雷斯天生双脚残废，婴儿时阵就直立，伊大汉了后显出运动天赋，为拍分出头了后，开始以新疆跑者的身份甲一般运动员竞赛。虽然国际田径总会认为伊穿的碳纤维雨衣对其他选手无公平，卖禁止伊参赛，但皮斯托雷斯上诉成功，入馆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加做第一位参加奥运的新疆跑者，也进入400公尺总决赛，南非人看作是英雄，也不过大出名的多方战术，过当年情人节透早，刷在家己创的浴巾啊，开枪断死女朋友。当年29岁 model 是丁坎普，皮斯托雷斯便讲，伊是就是有贼仔弄入去厝内，才会连开四枪。也不过法院无相信伊的讲法，起先判伊过失杀人，后来佫裁定谋杀罪成立，刑期也增高到13年5个月。皮斯托雷斯2016年入狱服刑，2021年就开始寻求假释，予被害人的家属真歹接受。皮斯托瑞斯假释被拒绝，两会的舆论反应无同。部分民众认为应该予伊改过自新，重返社会机会。也毋过反对者表示，无理由予伊提前假释，应该继续坐牢反省。公司新闻，请关联朋友。英国的泰晤士河出现一款水面摒扫的机器刷鱼，会当到清扑伫咧水面的塑胶垃圾，一工是会当清22,000多支的塑胶杆仔，各项减少水质。嘴巴甲开开开，将各种的粪扫食了多。伦敦泰晤士河上，这种叫做粪扫刷的水上机器人，会当透过遥控操作，也会当像厝内的扫地机器人同款自由刷动。充满电力一抓，会当走5公里，收集达到500公斤的塑胶甲其他粪扫。And the idea is on the autonomous mode that it acts as a drone, so it literally sweeps around the water. You can go and do your job, come back, and it should be full, and you empty it, and then you put it back in.英国研发业者表示，这种水上清垃圾的机器人会摆摊，
无噪音，也未制造公害，所以使用的时未对水中生物造成威胁。一天下来，一旦收集达到22,700个保特瓶。业者讲，当初伊看到有人伫开普敦港用网仔搞垃圾，看来真无效率，所以才会想出推出这种机器人。除了清垃圾，伊也有监测水质功能。So every one of our whale sharks that are in the water is connected via a 4G and 5G connection and sends back water quality data to our servers. So it's picking up things like turbidity, salinity, temperature, pH balance, depth of the water. 这种最上机器人目前收价2万英镑，大约台币75.5万块。在英国会当用，大概为1,000英镑左来用。为伊了后，泰晤士河有希望变得更加清气，也会当用来清理海洋的废弃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